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讲得响。感恩卢台长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刘树林，我是从印尼华侨。印尼华侨。我的华语不太好。就我朋友帮我，就有的讲不好就帮我翻译。你好，那个卢台长，我叫 Lisa， 是他的朋友。因为他的中文不太会说，所以我就帮他一下。感恩卢台长。卢台长，你说。卢台长，我是刘树林。你就告诉我，活人看生肖，死人看名字。你是活人，你就讲生肖就可以了。属什么？几几年？老虎，74年。要看。74年属什么？老虎。哎呀，都看见了。哎呦，小时候很苦啊。哇，你看，说得准哦。对。怎么很苦啊？说你呀、啊。从小就要为家里负担很多。对。我说对呀、啊。对。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我还能看到他的妈妈后来又找了一个。我妈妈。我妈妈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，你这个孩子人良心很好，人品也很好，但是呢，你的心啊被伤害过，感情上伤害过，所以你有点忧郁症。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就是。我一看就看出来了。人真的很好，手很勤快，很会做，很能吃苦。哦，卢台长说的太对了，很能挣钱的，你说啊。而且这个孩子啊，很简朴，不会花钱，很节约。现在还是单身不啦？不是，他已经结婚啦。但是现在恢复单身了。我自己带两个小孩子。单身啦？我就看着这个老虎在那里转圈子，转圈子转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这个婚姻可能不好了，但是他还留恋或者有牵挂，可能有孩子牵挂。我以前的孩子的爸爸还不要放我。什么？还缠着他，还没不肯放他。什么？你看，他孩子的爸爸还不要放我。他还在缠着我们，他说我有一点担心。你的孩子还缠着你？不是，那个卢台长。哦，他的爸爸还缠着他。对，你看看看，我刚讲对不啦？对。这我不是刚才说的。缠着他，当然了。我就怕他，他会。他属什么的？黄鼠狼啊。属鸡。属什么？属鸡。你属什么？老虎。你是个纸老虎啊。哎呀，你老公也没什么大用的，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，脾气嘛不大好。太对了。他前面的老公还要他养活呢。什么？就是吃软饭、啊、吃软饭。没关系，说。这个老虎还不好意思，还不要你讲。前面的老公啊也蛮可怜的，过去呢对他蛮好的。对。对你以前对你蛮好的。找不到工作。对了，对的。麻烦了，你不是纸老虎了，你被两个男人一推啊，变成死老虎了。
你现在叫他每天要念大悲咒，增加他的力量，明白吗？他欠，他欠，他两个老公，他都上辈子都欠的。他上辈子是个男人，他欺负这两个女人，所以这两个老公啊，心细的嘞，算起来像女人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他呢很大方，他倒算钱很大方的。对，听得懂吗？他挣来的钱全给他们，全部给他们。还债啊，还债。怎么样？你说他全部给啊？他不是全部给，他藏一点的。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呢。哟，开心的嘞！哎呀，台长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一男一女呢？你没碰到过，我告诉你。那我的两个小孩子没有存那一点，他们就不需要生活了。对，存了一点，你要我看看多少不啦？存了一点了，还买了很多金首饰他。没有啊，他妈妈是做那个在印尼做那个珠宝生意。看见了不啦？那是我。你们做到师傅厉害不厉害啊？厉害。那我妈妈还有三个小孩子。我早就跟你讲了。他这个闺女啊，就是欠债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哎呦，他妈妈跟他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。因为他太倔，不听他妈妈的话。一会儿嘛恨得他臭要死，一会儿嘛又不舍得他。他这个孩子真的很苦的。好啦，光生是吧？现在单身了。对，要问身体还早不啦？他要问健康，身体健康。他要什么？问身体健康。健康了，我刚刚听你说他要五戒呢，我开心的不得了。五戒就是。我以为学佛的呢。学佛的吧？你是学佛？我是学佛啊。啊，喉咙经常不好，咳嗽。对。这个地方咽喉炎。对。啊。你要当心啊，他的胸部乳房有问题，左乳房，这里会有点痛的。再往下，腰不好。对，太对了，就是腰不好，太辛苦。你说他就是腰不好啊，肠胃也不好。你问他。对，太对了。小便也不好，尿频，对的。对的，啊啊，好。能不能早点吃素？试试看。因为你不吃素的话，我告诉你两点，你会出毛病的。一个，这里乳腺增生。听得懂了吗？还有一个，听懂了，关节这里会长东西，是骨刺吗？关节会长，已经有了一点了。对的，你那个经常关节痛。关节痛，对的，对的。对。明白了吗？你好好修啊！你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你别学你妈。你妈是靠不到别人，靠自己的。对的，对的。你妈妈根本是男人这个关系感情一塌糊涂的。她妈妈比她厉害，比她强。比她厉害，女人厉害是没办法。对。哪个女人想厉害的？老公靠不到，只能靠自己厉害了。对的。自己不厉害，怎么生活啊？是的。太对了，卢台长，台长想要问。我准备聘你做助讲、助教。谢谢你，感恩卢台长。台长想要问，现在我还担心小孩子的爸爸，我能不能？你想问什么？讲了响一点，我听啊。哦，你不是上台抢了？我这个老虎一直在抖一圈一圈，那就是你转不出来，跟他的感情转不出来。对对对的。我就没有跟他有感情了，我是想要走出来，怎么样走出来？你想走出来？对啊，这么容易的？
那欠他还没，我看看还没还不完。你赶紧要念姐姐咒，跟他跟你跟这个老公感情要姐姐咒要化解掉，他就不来找你了。你现在不念经，你的情还没有还完，他还盯着你呢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。明白。该说的不说，不该说的多说。挺好玩的。啊，你这种性格也挺好的。心太软。主要心太软。台长想要问。你要赶快给你老公要念小房子，要56章，化解你们两个人的恶缘，明白了吗？你问他们共修会怎么念法，好吧？还有你们家里很糟糕，你们家里啊，我告诉你风水很差，回到家里很暗。我刚刚看图腾，对的对的，连你家都看得到，在这里的还在。听得懂吗？在新西兰，在新西兰还是在国外的？什么？在新西兰还是在国外的？卢财长，新西兰。嗯，对，刚刚搬家吧。刚刚搬家，一塌糊涂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她还欠她两个老公的情债，虽然她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连着两个前老公经常见着她，不是要财，有时候还要要色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鼓掌。他自己鼓了，你看。你就没关系了，就算了。我就告诉你，你上辈子欠的情现在还没还完，所以他们就会来。你赶紧要念姐姐咒，念小房子。你听台长的话，念念念念，一个不理你了；再念念念念，一个不理你了。然后你擦亮眼睛，看看再找一个。谢谢卢台长，卢台长，明白了吗？还要问我？傻了，他很傻的，是太傻了，傻的不得了。他妈妈就跟我说太傻。我爸爸花钱嘛很厉害的，就是啊，那两个男人嘛算的嘞，他们自己嘛大方的嘞，哎呀，完了。还要问我爸爸亡生了，刘新东。刘新东，新旧的谁呀、啊？死掉了。爸爸，是他爸爸。我爸爸。你爸爸是吧？嗯。叫刘什么？刘新东。新旧的新，东就是东方的东。刘新东。是多少年？95年往生的。哦，哎呀，走的时候蛮痛苦的。对，是尿毒症。对，痛得不得了。哎、对。他是被两个鬼拉走的。两个鬼，所以他走的时候是抽筋啊，尿毒症，两个脚还抽筋啊，在地府，赶快给他念小房子，要86章。好的。你要是念到40几章的时候，我可以叫你爸爸到梦里来看你的，你就知道卢台长讲的厉害不厉害了。哦，太谢谢了。现在怎么样了，我爸爸？你说什么？他想问一下，他爸爸在地府里怎么样？辛苦吗？一般，自由的。哦，就是一般的鬼。那就好。走得蛮快的。啊，走得很快。飘飘的。嗯，还没在。还没有。没有投胎。还没升到四圣。没有投胎。嗯。还没投胎。嗯，你爸爸脸长得不大，瘦瘦的。对，瘦瘦的。嗯。头发花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。嗯。活的吃的太多了。哦，活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活的东西。对的，对的。海鲜。好啦。好的。好好给他念经啦。好，谢谢。明白了吗？谢谢。以后不要再乱嫁了。弄完之后不要乱嫁了，眼睛给我擦擦亮了。对。身边还剩这么一点点钱，再嫁一次全没了。谢谢。拜拜。